这个穿着鸭梨服，这个出来的，并没有用这个没有用一盆儿，没用一盆儿，哦，就说明对，他们的这个真不状错，态非常的好，状态非常的好，对，腿脚很灵活，对，状态非常的好，但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人感觉特别重啊？应该是，对，坐滑梯似的，坐滑梯似的，哎，上面人，然后再控制这个下滑的速度，然后底下接应，然后给他再抬到这个航天专用座椅上。包那个衣服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感觉非常良好。重力再适应，女性跟男性会有差异吗？应该是差。可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祖国的怀抱，真的是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所以给大家报个平安，同时呢，我也想跟我的女儿说，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。状态也很好。手飞，手落。哎，好，欢迎啊！欢迎欢迎。好，你别照了，他们要切你了，要切你了。对，你招招手。对。就在此刻。我也实现了飞天梦想，可以自豪地，向祖国报道。